为什么不给世人一颗纯净的心，让红尘集极乐？我给了每个人刚出生时，他们的心都是一样的，至纯至美至善至真，只不过当他们睁开双眼，就被浮世的假象迷住了本性，让心蒙上了灰尘。佛为什么是佛？我也是人，只不过我比你们少长了一颗心，我把心给了万物众生，所以我活得轻松，无我即佛。那我是谁？为什么我会在红尘？你是我的孩子，只因贪玩淘气，懵懂无知，堕了红尘。红尘有爱吗？为什么我只觉得苦？有爱，因怕你们在红尘受苦，我把爱全给了你们，只不过你们把它分割零落，据为己有，而且一旦得到便不肯放手，患得患失，纠结无终，所以很苦。我们还能回家吗？您是不是已把我们舍弃不顾？我牵不住你们坠落的脚步，我已痛心疾首，我每时每刻都张开双臂候着，不敢合眼等着，盼你们回头。只是你们肩负的太多，只听到自己的气喘吁吁，听不到我气血的呼唤。其实我比你们更想让你们回家。我该怎么做才能回到您的身边？在你们跑进红尘时，我在你们心里都种了一颗菩提种子，你只管照顾它生根发芽，等到枝繁叶茂花开果结时，会有一路的绿树成荫带你回家。我为什么看不到路在哪里？其实你已经上路了，只不过走着走着，你只顾了路边的风景，你追蝴蝶，折花朵，逗小草，背离了初衷，你迷路了。我该怎么办？我要回家。停停脚步，想想清楚，不为来世，不负今生，有时后退是向前。我能和您一样成佛吗？傻孩子，你不知道吗？其实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我是你放不下的你自己，只不过你被心所累，忘了自己是谁，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我为什么看不到您的影子？扔掉你的负累，抬头看看天，我和你咫尺天涯。我的家究竟在哪里？在你们流浪红尘的时候，为等你们回家，我在莲池种下荷花，八宝洗尘，妙音涤心，莲朵如轮，烁烁其华，那里便是你的家。Thank you.